没有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秘密。永远一个人都别说的才叫秘密，说出来以后怎么样就不是秘密，就不叫秘密，那是公开的。所以说录像也是一样，说只要今天录了，为什么上午说要录不要录，说录出来就肯定会流出去，这是肯定的。他们说要发誓，是我不需要谁去发誓，我也不喜欢那种誓言。也就是说我在外这么多年，谁越向我保证实话，我如何如何，其实这种人我还真不信。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要让我相信你，对不对？说你在我面前表白实话，你要信任我啊。其实没有，越这么说的人我告诉你，我还真不信你。听话了就是。但是我感觉到大家不远千里来这里，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，对吧？好的，这在庙里呢，口中吃的是什么清河味，睡呢睡不好，澡洗不了，大家这么上午呢没说录，下午想想，还是让你们录吧。录的话不管怎么样，说还是那句话，我希望你们能学得更好，能成为我的骄傲，这就是我录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。我知道肯定会流出去，甚至不用说你们，放到我手里可能我也会流出去。所以说往往人就是这样说啊，我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千万别说，怎么样，他也会这样效仿。所以这期这个录像呢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去珍惜它吧，也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奇门呢能够运用的更好，站在我的肩膀上，希望你的怎么样走得更远。上午我们讲了一些起卦的方法，咱就先不重复讲了，大家知道就行了。然后呢我们讲一下十二地支的刑冲克害，这是太公奇门首要的一个什么算命的一个诀窍在里。你能够把十二地支刑冲克害能够掌握了，其实你就已经掌握了预测之道。但是算命是一个百科全书，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运用，每一个人一个卦象出来，他的语句思路断卦的方式思维都不相同，这个跟人的文化水平口技都有一定的关系。有人说你看看我能当多大官，你说他能当多大官，你的大脑里只有市长最大，对吧？或者你的大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科长和局长的概念，你怎么能断得出来呢？村长。所以说它是一个百科全书的。有的人问我说，董老师学完太公奇门能开卦馆吗？我说不能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不是你会算命了就能开卦馆，需要什么口技，茶壶里煮饺子怎么样，你倒不出来也不行，还有变卦。但是能够把卦算好的，首先第一点要什么过关呢？技术过关。口技是可以慢慢磨练的，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去增长的。那我们还是一样分解开来讲，上我们讲了说子属什么，水，丑呢土，他俩什么关系，相合关系，五的五
先为什么？我。胃呢？土。他俩呢？相合。所以说，五火跟胃土怎么样？相合。丑土跟子水相合。那么火生什么？土克什么？所以说他俩一个什么克合，一个呢生合。克合是一种制约的合，这种制约是制约怎么样有度。但是它的这种制约是什么？共荣。说为什么呢？说胃土里面藏什么？夏天里的土藏火。它跟五火是什么关系？比合。说丑土里面藏什么？藏水。藏水。它们之间也是比合的。这种比合的关系就是易容聚容，易损聚损。就像我今天希望你们能把太极拳学好，你们学好了，我就是友情什么相生，然后呢又包含着友情什么相克。因为这种和的关系，如果你们在座有一个让我反感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录像是不可能的。我每一期以前，2008年、2009年，每一期学习班上都有一个让我瞅的不顺眼的。所以说上午上上课感觉到，哎，徒弟都很好。原来说，哎，友情之课吧，然后再友情之深，所以说录这个像就是希望你们把预测学好，学好你们怎么样？忘了我当师傅的也有光荣光辉。说虽然金字塔的下面不是站在光辉点上，但是没有下面的基础怎么样，它也不叫金字塔。所以这叫生和跟克和，就是在这个道理。有的学生给我打电话，天天打天天打，我就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刘教授发短信打电话啊，师傅你好你好怎么的，说完了多少没这谁呢，也想不起来。这回到北京一看啊，原来就是你。为什么呢？不总发什么短信，不报名字，可能他也经常过年过节给我发短信，但是后面从来不标我是谁。有的学生给我打电话，我还要训他。你打电话，师傅也不叫。哦，我太空星门遇到什么什么问题，也不说自己是谁。你说我哪知道你是谁？也不问问说，师傅我现在方不方便，忙不忙，有没有时间。其实呢，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我会训你。训你的原因是，第一要让你懂礼貌，第二呢，我是希望你学好。如果我不训你的话，那我连你电话下回怎么样啊？所以说，一种生和，一种克和。这种生和克和的原因，我们刚才讲叫做有什么？有线路，线路它就代表着一种什么亲情，一种友情。那么也有一些人会打电话问我问题，说你不是我的学生，对吧？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这就叫什么无线路。比方说，是火，它也是火，
他生胃土吗？生不了。他生不了胃土。为什么？没路，没有线路，没有线路，搞什么去生气？对于你们来讲，我就是什么呀？无火。对于一个外人来讲，我就是一个什么？是火，它是没有路，是不生胃土的。就像外面下雨，我们屋里人会不会叫到？肯定不会，因为你无路，无路就不会直接怎么样受制受渴。那如果这是财禄，这一年有没有财？有。财来的顺不顺？顺。是财来寻你，是你来寻财？财来寻我。所以说你到这一年，他注定就要怎么样，有财源怎么样？旺季。说财来寻他，这一年能不能看到财呀？能看到。也能，但是无路，你取不到。这就是说，为什么有的人看着像赚钱，其实是什么呀？赚不到钱。你想想，一个人要做生意，谁想赔钱？谁都不想赔钱。他要知道自己赔钱，他还会做吗？嗯，他就不会做了。之所以有的人还在做事，他就认为这火来生什么土。但是同样是两个火，一个赚钱，一个什么呀？不赚钱。他要知道这是这个木的话，来克土克财，他还会去做吗？这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想做事，每一个人都想发财，但是有的人直接受格受生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赚钱；有的人他就怎么样，亏钱。只是境内观花，哎，这个项目好，这个项目好赚钱，别人都赚钱，他怎么样，可能就会赔钱。所以这就是说，一个是有线路，这个就叫什么？无线路是什么？无线路就像是没有路一样，所以就像这里就这么一条路，无火的路。你想上外面怎么走？从这里跳下去？嗯，胃土。如果我是胃土的话，他是无火，我求他办事，他会不会帮我？会，天天都帮，是不是？肯定会帮，全力的怎么样想做。那他要是四火，他有能力，他会帮我吗？会。我凭什么帮你？或者他可能会啊，这事情好办好办，回去吧，回去以后就不理你了，无路，哎，或者就是文件。所以说一定要记住，有线路与无线路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有人问说，那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？这人能不能帮上我？你会怎么说？对，说这个人是很有能力的，也绝对能帮上你，但是他凭什么会帮你呢？但是你要想求他帮助，就得走怎么样？找贵人。找谁呀？找无火。因为四火跟无火他俩是一气，你不找他，你就无路，你找上他，四无畏怎么样？一气化为一气了，他就会帮你。有的人会问我说，董老师，你看看我上哪方面有贵人？你卦里一个贵神都不现。什么叫贵神？所谓就生助自己的，一个生助你的年月日时地支都没有，天干没有，你到哪里去找贵人？你找不到。
卦中有贵人出现，他注定就要有贵人出现，你不找他怎么样，他都会死啊。也就所谓的我们讲叫机缘什么巧合。大家别想我啰嗦，其实易学是什么，在开窍，不是我告诉你五个为何五火生了一个未土，这一年就有财，这个五火渐生就有财，其实不是。你能够把这种五行之间的这个道理弄明白了，你就可以掌握它这个卦气的要领。你说如果我是未土，我是找十合属马的当案人呢，还是十合找属蛇的呢？属马，属马直接是我的什么贵人吧，他直接生我跟我相合。那要找属蛇的呢，他有能力凭什么帮你，对吧？所以说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其实易学则什么易通怎么样百通，你主要还得要作用到什么之中啊，生活之中。那么我们说草土，我是子水，我去求草土办事，草土会不会帮我？会吧，因为毕竟是相合，但是有五火帮我这么痛快吗？没有。也就是说我去找五火的时候，五火会跟我说啥？没有事，你回家放心，这个事情全包我身上了。那我要找丑土呢？说了几句就没这么少了。丑土啊，你这事情有难度，不好办啊。那是。这个事情怎么如何？我说尽力吧。他不会什么大包大揽，你说自己像五火一样那么爽快，说回去放心吧，我一个人全包了。他就不会，他会用一种制约的一种口气说，回去这件事情我帮你办，但是一定有难度，如何，他一定会找出一些制约你的理由。但是他会不会帮你？会啊。那么你说这是财，我是这一年得财顺呢，还是这一年得财顺呢？五火是财主动来寻我，对吧？没有压力，直接生。那丑土呢？说子年为财，到丑土之年是不是克？克则代表压力，这钱财得的油腻吗？不容易。而且这一年你得的财必须怎么样？你能分的分，而这个分跟这种分它性质一样吗？你们说怎么不一样？五火跟未火这种怎么不一样？五火是权力是并错的，说未土是以感恩的心，它绝对是无欲无求，不但说啊我帮了你，你要给我回扣，给我什么，未土会主动的来跟他怎么样分享，他也会跟他分享，但是分享的性质不同了，他会不痛快。说我帮你事情成了，他会自己说你得给我。所以说这一年你会不会赚钱？会赚钱。钱第一赚的什么？压力很大。第二，你这钱出去的有点不痛快，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拿出去。即使他不克你，你会不会给他钱？也会，因为毕竟是一气同传同度，对吧？但是一个主动向你要，一个不张嘴向你要。不是你要少一点，这样你要多一点。我就说这个回无量观最大的一个感觉是，无量观当家的王道长留人不说话。我每次从那一请假走，开车给我送到车站，然后给你钱，让你说"
赶紧去，赶紧把事办。你说你怎么好意思不回去？所以说他留人不说话，不用说，哎呀，你办完事赶紧回来的。这就是一种什么？无果生畏。像这个要说你要去跟他请假，他怎么样？也会给你假，但是他会约束你、管束你，会对你有一种什么制约？他会制约于你。那好了，我们再看。火生什么？土。土。土克什么？水。土克水，对吧？超土里藏什么？水。肺土里藏火。好了。假如这里是财，这里是财，你在这一年会不会得财？会，当然先付出。对，你必须得先把钱拿出去，然后怎么样？才能得财。那么这一年呢，丑土呢，这丑土是不是克制水？你这一年把钱投入进去，但是你投入进去止水，你必须得要怎么样制约他，他才会怎么样？你这个钱才能拿回来。他很难自己主动的你得去亲自去管，去什么过问题。这个你把钱往那一投，要是两个人合伙，你什么都不用管。但是终归来讲，他毕竟怎么样？这种和无论是作用到任何事情上，所以我们讲说这是命宫，如果这是运宫的话，男方问这是女方吧，说别人介绍这个对象看如何，命运一看说命在无火，运在贵图，适不适合？适合吧，非常适合。啊，那肯定这就是男的。那男的要问说，来那个，这对象说这是女方，这是男方，男的问适不适合？适合。但是，语句话语却不同。为什么说我们讲究一个口技，所以你不知道一看，哎，相和好啊，怎么个好法，对吧？女方来问，说，运对方两个人合不合？说，这是我所讲的是不在刑冲克害的情况下，只是他俩议论说你俩夫妻之间相合，百年好合。你呢是一个旺什么旺夫之命，那么你会对他有生助有帮助，他这个把你娶到手以后，他一定会兴旺发达，嗯，对吧？
这个女的高不高兴？高兴。高兴吧。那我们这是阳反的一面，说，哎呀，你要跟他呀，苦火生他，喜不喜欢他？喜欢。肯定喜欢他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你要跟他，你会劳累、辛苦、操心。有的女人往家一坐就享福，什么都不用干，对吧？甚至洗脚水都给你端过来。那你呢，就得要天天伺候人家，为人家去付出去。不过呢，好在说有这个缘，所以说从你嘴里话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的，每个人说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，对吧？那要是说男的来问说五虎适不适合，适合，哎呀，这个女的你要娶到家，那你会心什么样的话，兴旺发达呀，你会飞黄腾达，绝对不能放过她，对吧？但是反的一面说，哎呦，你要把她娶到手，你这一辈子就扎在手里了，跑不了了，她会黏你，黏的你到哪儿她会跟你到哪儿。反正正规来讲，它是往什么一面呢？往好的一面，对吧？这就是说，相当于说，你这张嘴呀，是上面为阳，下面为阴，你想阳就阳，想阴就阴。上嘴唇跟下嘴唇一碰，什么来了？话术来了。如果这是女，说男的问说这个女的如何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说你们在一起彼此百年好合，其一，对吧？其二，我说他会以爱的名誉来制约于你。丑土克什么？子丑之时。但是他的爱的名誉绝对是希望你好。如果你想给他往好说，你就说，哎，你这水太旺，一生流动比较大，你跟了他以后呢，他会对你有制约，能够让你安稳一些，不会到处跑动流动，你的事业也会因此飞黄腾达。你需要有一个人制约你，管束你。但是你要不想往好说，你说，哎呀，你要是把他娶到手，那你这一辈子啊，得受一辈子气，这一辈子他都要管你，制约于你，处处的什么事情都想多问，对吧？所以说上嘴唇跟下嘴唇一碰怎么样？阴阳出来了。为什么人说医生的职业好不好？好吧。周易的职业好吧？其实都是积德行善的，都是给人家，一个是治病救人，一个是指点迷津的。但是你的上嘴唇下嘴唇一碰，好了，你想往好的方面怎么样？你想往坏的方面？杀一副净血的刀。所以有一天我做梦，说我讲课，那期是2009年讲河洛拳击，说我上课马上要上课了，说什么没了，讲课笔记没了，我就搁哪儿翻着，我说不行，我得去拿讲课笔记去。后来一个徒弟说，师傅啊，在你这包里呢，我拿包一看啊，这本书在包里，我拿出这本书一看，上面写的生杀之大权，然后说我拿了这个书就进来了，就进课堂了，我把字冲外，然后一直让学生看着他，这个书叫《生杀之大权》。梦醒了以后，我才想想啊，为什么我这本书里写了一个叫《生杀之道》呢？其实按我的想法，并没有写出来，毕竟文化水平有限，小本毕业，小学本科，自己想的、表达的跟写的完全。其实我想体现出来的一种意思，说一个医生，你能够有仁爱之心，这就是仁爱之道，你就在生人助人。
帮人，对吧？如果你见死不救，人躺在那躺着，你说你不拿钱，我就不给你治，这怎么样？这就是在杀人。像现在老师的职业是受人尊重的，对吧？老师能够在上午下午好好的为学生讲课，怎么样？他能不能教出好学生来？一样能教出好的学生。但是像有的老师说，你不补课，不补课你就考不上大学，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什么变质了，他没有从内心里去抚育什么下一代的心理，他就等于在做的什么事啊？杀人的事，他是谋杀的，怎么样？一片。一个职业的高低贵贱不在职业，还是在你的心是什么？易学是为人指点迷津的，你没有从本质上去出发，自己就把自己做得怎么样？低俗了。什么真是王者之道呢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说我该付出的我得到的，这是我应该的，对吧？如果你一利用自己的技术也好，方便也好，去做的那个低俗的事，那就是在做什么阴道。你能够把自己变得透明一些，阳光一些，这就做的阴道。这就是其实人生本身都是阴阳。像这个演那个是大国手，前段时间看了看下象棋那个思想犯呢、啊、他在下棋的时候就跟那个是谁论述了一段棋道，你善用的是术，就像有一些人用江湖口似的两头赌，说你善用的是术，也可能呢你会挖个坑怎么样让别人跳，但是你的术一旦被人识破，怎么样？容易惹来杀身之祸。我想一个易学，只要你能从仁爱之道去出发，能够真正的为人去指点迷津，也许你可能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力，也许你的能力可能你想帮他解决你解决不了，你想帮他治病你的医术可能不够也解决不了，但是只要你是出自于仁爱之心就可以了。所以说这里就包括一个客一个生，一个友情，一个怎么样亲情。女的来问找的对象，这是命，假如这是命，说适不适合两个人，是适合，适不适合，你会跟这女的怎么说？你的管子里好基本上当讲就说出来，所以说你要嫁给他，你是家中的女大王。所以说你要对他管束怎么样有加，他也会什么言听怎么样系统，为什么他内心里跟你是一气，你告诉他怎么管他制约他说没事，但是你就不能去顺从他，如果你顺从他了就违背了什么道啊？阴阳之道。阴阳之道，你命里就应该克他，好了你想当个贤妻良母你去生他吧，完了，助纣为虐，不是助纣为虐，是把阴阳改变了。他做了明白一算。这种阴阳的改变，就自己打破了什么时空点。
所以说，从命相上来讲，该当老虎的一定要什么？去当老虎，哎，绝对不能当羊，当羊就坏了，就改变了，啊。所以说，这是一种这个阴阳的五行之道。再把这几个生和跟克和我们来讲解一下。午火生未土，对吧？土里面藏火，尘土生什么？尘土里面藏什么？木。亥水生什么？木。这是几个像什么？三个。三个。这三个叫什么？生和。生和。还有三个是克和，对吧？那么这三个生和的性质是否一样呢？不一样。你看这个，无火生未土，无条件的生，但是未土有没有感恩的心？会不会回报给他？会吧。会。好了，亥水生寅木，寅木旺了，会不会回报他？不会。他是一味的什么？不是不是盗取。他如何旺，他也不会回报什么。尘土生酉金，酉金会回报他吗？不但不回报，没有感恩的心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克制。你求我办事，我帮你办完了，你可能会埋怨，因为我土里面藏一个木，可能他，你帮他办事。你给他办成了，他说这件事情你成功以后，他会说，哎，这事情对我办得不好。他为了什么？不感恩于你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多不多？多。多吧，哎。所以说，当你明白这种生与克的关系以后，你就会怎么样？把这个道，魏土求你办事，你应不应该帮他？应该。是不是应该帮他？对。你不用要，
他都会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干。说，亥水求你办事，用你要吗？啊，不是，你求亥水办事，他会不会帮你？会会。当你是亥水，寅木来求你办事，应不应该帮？应该帮。你既然无欲无求的，怎么样？你也没想得到他的回报，对吧？那好了，有金求你办事，你帮不帮他？帮帮帮帮帮完就怎么样？反目成仇。帮完就说这事情给我办的不对，你给我办砸了。没有反目成仇啊。不会反目成仇，就是啊，但是他会埋怨你，他会埋怨你，你心里也会生气，但是下回他来求你，依然还会帮。就像妈的儿子，也可以这么讲，说我就愿意帮你，帮你呢，当你给他办成了，他会怎么样？埋怨，埋怨你，埋怨完你以后，哎，你心里挺生气的，下回他来求你，你怎么样？还依然会帮。运在这里，这里是什么宫？辰戌冲，对吧？嗯。是不是戌冲的是迁移啊？对。完了，是不是交友宫啊？运宫在这里的人，你应该怎么说他为朋友？帮你不大好用。你说你想夸他呢，你还是不想夸他呢？夸他你这是大好人，所以说我们就先以夸的形式说，你这一生竟为朋友付出了，你是见人有难你就帮，是朋友你就帮，你对朋友绝对是无欲无求，即使朋友不敢于你，说你这次帮完他了，他不感谢你，可能会说你一点什么什么，可能你当时委屈，下回来求你，你还依然会帮他。这话人听了舒不舒服？舒服，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救世主一样，简直就是观世音。哎，起码也是及时。那么你要想说，哎呀，这一生啊，虽然朋友很多，你懂得为朋友付出，朋友净占你便宜了。你的心里就为别人付出，为劳累辛苦，虽然你是无欲无求，说我帮他我不求什么，但是呢你不求是不求，有个好报也行，你帮完人家，人家就会埋怨你，帮完人家，人家就会说你。